好，我一般先撕开这个包装，然后取出高压高压枪，不要碰到那个吸引管，就是那种装机，它这里有个卡口，这里面有个这个卡口，哦，明白，要对准对准这个这里面这个针筒的卡口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卡口啊，就对准跟这个卡口啊，两个卡口对准了，它能装得进去的。现在装进去，然后这样卡上去，然后将这个锁口锁紧，锁紧了之后，我们就正常就把这个掀下来排气。然后排气，然后装这个吸引头、吸引管。吸引管的时候不要触碰到这个吸引管无菌区域。好的。然后再装上去。然后取那个榨引剂，榨引剂用盐水在这边。可以用盐水吧。这一瓶榨引剂，然后就对准这个瓶口。开始吸药。对，开始抽吸药液。抽到自己所需要的手术的量之后就可以。然后抽满的话是125毫升，150毫升。150。然后我们就是排气。现在排气。好，排到气缸啊，这里没有气的时候。就将这个倒回去，就不用碰这里了。然后等到。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再连接，高压枪连接管，然后就是正常使用操作这个机器。